上下同除以那个 k 的话，就是 f 0除上 k 嘛。当 f 0除上 k 的话，我们在那个上半讲说它是那个 delta st 嘛，所以上面面向的话就是会变成 delta st 嘛。那下面的话就是那个 k 除上 k 的话会是一嘛，那再减掉 omega 平方除上 k 嘛。那 omega 平方除上 k 是上下同除以那个 k 的话，就是 f 0除上 k 嘛。当 f 0除上 k 的话，我们在那个上半讲说它是那个 delta st 嘛，所以上面面向的话就是会变成 delta st 嘛。那下面的话就是那个 k 除上 k 的话会是一嘛，那再减掉 omega 平方除上 k 嘛。那 omega 平方除上 k 是上下同除以那个 k 的话，就是 f 0除上 k 嘛。当 f 0除上 k 的话，我们在那个上半讲说它是那个 delta st 嘛，所以上面面向的话就是会变成 delta st 嘛。那下面的话就是那个 k 除上 k 的话会是一嘛，那再减掉 omega 平方除上 k 嘛。那 omega 平方除上 k